大家好，我们继续为大家以音解字。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我们汉语沙音及其相关的汉字。其实啊，我们在前面跟大家分享了沙音及其相关的汉字。那么，知道我们祖宗啊，把这个我们处的这个滚滚红尘啊，物质世界啊，的由来是启动了一个开始。啊，打开了一个通道，无中生有所创造出来的。那么，有了这么一个沙音及其相关的汉字，那么我们在前面都做了分享。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沙音呢，实际上和沙音啊是实际上是一个音，或者我们说啊，因为有的朋友不赞成，啊，我们祖宗很严谨的啊，这个音呢，那很严格的，实际上没有那么严格，这些音呢。祖宗最早的时候也不像我们今天能够总结出很好的一个规律来，啊，把它一个规整分得这么细。祖宗那个时候其实接近的都差不多。其实任何一个事情从启蒙啊发展都是这么一个过程啊。你说就是啊，没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那么这个沙音呢是沙音基础上的更进一步的拓展，或者更深层次的观察、思考、揣摩和研究，或者是。是一个分支啊，等等，怎么说都无所谓。我还是建议啊，说这个沙沙，甚至于实际上类似的发音啊，其实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后人呢，慢慢的把它给细化了、分化了。就像我们今天所谓的许多这个科学，特别是数学，数学实际上很简单，就是数数，很简单，很简单的。我们今天弄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复杂，所谓有数学啊，弄得好像是一个高大上，其实都没有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游戏。当然了，这些以后再跟大家去分享。那么我们语言文字的发展，不光是我们中文，其他的语言文字的发展，其实都有类似的情况，啊。今天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很完整的一个体系，好像又是什么无懈可击，又是如何如何的。实际上，最初发展的时候都是很模糊啊，不确定啊，慢慢啊，就像这个"沙"这个含义一样，慢慢沉淀啊，大浪淘沙啊，整出来的啊，整的好像是清晰如何如何了。因为，这个历史的演变，人口越来越多啊，各种思想家思考参考主义啊，越来越多啊，那么自然而然的各方向上的解读，更多的细分啊，越弄越复杂，那必须越分越细啊，有这么一个过程。这是我们今天题外话跟大家分享一点。那么既然啊，这个仨其实就是一个开始。那么均匀分布，那么究竟是怎么一个过程呢？我们在沙音里头跟大家做了分享。那么后来有朋友问我说："祖宗那个时候不可能像你想象这个样子。"我说："是啊，那祖宗不可能想象，我们应该达得到啊，并且祖宗呢，他不知道是谁启动了啊，开启了这个通道，进行了无中生有的创造。最开始不知道，后来隐隐约约肯定得有一个主宰啊。"那到今天确实我们也没弄清楚，但是我们应该弄清楚了呀。那一样的，那祖宗说这个东西弄不清楚，但是可以进行一个比照，对人，我们人自我任何一个自己啊，都有一个自我的感觉。那我们能够决定一些东西，我们也有一个所谓的建造，建造往往也跟创造差不多。当然了，严格意义上，我们祖宗也给我们进行了规定，也不一样。建造是建造，创造是创造，创造无中生有称之为创造，建造是有了再改变叫有啊，再造啊，有了啊，在有了的基础上，实际上叫搬运。那么你说要创造，那么就是一个无中生有的过程。那么我们建造呢，也有啊，类似于无中生有的这么一个过程。你像我们今天这个航天飞机，你这本来就没有嘛，不可能就是在我们没有我们人类参与这个情况下，那有个航天飞机啊，刮风就刮出来了，不可能，肯定有灵性有。血气有这个生命的东西参与了嘛？那么根据天道法则而来的，那也是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无中生有啊，也是一种创造啊。这个呢，只可以跟大家去，让大家这个分享，跟让大家去印证啊。
所谓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你慢慢用心去体验，实际上你能够体验到这一点。实际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沙音啊，也跟这个类似的情况。那么你既然是创造，那怎么创造的呢？那祖宗就对比啊，那么自然现象当中有就是下雨，那么下雨这个过程，看看没有大量的这个雨滴，祖宗认为这个水的最基本的组成单位就是雨滴啊，一滴一滴的水组成了大江、大河、大海。那么，它就是在大量的这种水的基本的这个单位出现在天空，从上降落下来。那么，这是一个下雨过程，下雨过程就有大量的最基本的水滴出来。那么，就和这个撒的过程应该是一样的啊。那么，至于这个雨谁下的，咱先不管，但这个过程是一样的，可以用比喻或者替代啊。去理解或者去比方啊，那么都可以。那么所以呢，就有了这个沙字啊，就是一个雨加个切字，这个沙指着什么呢？就是指下雨，下雨漏大量的雨滴出现，啊，这就是一个沙的过程，也叫撒的过程。那么有大量的雨啊，大量的水滴，那么同时呢。时间非常的，每一个滴水滴啊出来的时间非常的短，啊，速度非常的快，实际上时间短，速度快是一样的。那么所以呢，这个雨加切的这个沙音啊，这个沙音啊，那么也有既有下雨，特别是细雨，细雨和大雨一样的。那么还有啊，速度快啊，时间短啊，说沙时。快啊，刹那啊，等等，都是有这么一个含义在里头。那么这是雨，那么祖宗同样又对这个水啊，水我们祖宗到现在我们也认识到所谓的生命之源。那么这个水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能够把这个小块的岩石啊，细小的岩石从土壤啊、大地当中啊。创造出来啊，撒出来，所以也叫做撒，就有了用水冲洗，这个大地啊，形成河流，河流都出现这个沙子，这个沙的水字旁这个沙，那么其实是水，它是指水冲刷、水创造、水沙的这么杀出来的一种东西啊，那么就和创造世界实际上是一样的。我们今天应该认识到，一会儿我们跟大家分享一点点。那么就说有了个水字旁的沙，其实它指的是指这石字旁的沙，沙哨和石哨实际上是一个含义，都是指沙子。当然了，有时候也有区别，这个石字旁的通常粒儿大的也可以叫指特指粒儿大的这个水字旁的沙啊，细小的啊那就是这个水字旁的，因为水还可以再细嘛，不是说那一滴一滴还可以再分。啊，祖宗也都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祖宗就从这个地方演变出来，就是对这个整个世界啊一个解读、一个认知、一个揣摩、一个思考、一个研究、一个探索，那么就有了另外两个沙子。那么这个速度啊，就是这个雨啊，包括大水冲刷也是反反复复大量的，那是大量的，速度很快，所以有形容词的一个含义，程度的一个描述，很非常。啊，非常快，非常多，这个很快很多啊，不一般的多，不一般的快，等等等等吧，这种。那么久而久之呢，这个撒音就有了一个含义上的，就是非常啊，很十分不一般啊，这么一个含义啊，就有了今天一个出加个反文的加四个点儿，这个大煞风景的煞字儿。那么这个呢，是指着。程度啊，形容词用这个沙音来，描述啊，这个沙字来，承载这个含义的这么一个沙字啊，也叫什么天沙地沙，当然这个沙它有交错啊，那么就跟那个杀人的杀一样了，那么杀人杀一个叉加一个下面一个小字加一横啊，一横加一小，一横上面落了一个小。那么这个含义是什么呢？啊，就祖宗呢，那反过去印证这个世界，创造无中生有啊，开启这么一个通道，这么一个过程。
实际上呢，那祖宗也知道雨滴呢是我们能看到。那再细小，那雨滴形成的过程，它也是啊一个开始的过程啊，开始一个累积等等。那么你再去细分，把整个创造开始再细分，细分到最后所有刹那，非常非常的快了。那其实呢，就是一个开始、结束、结束。用我们今天能够认识到的，今天我们认识到最小的实物粒子的，就叫电子，能够测量到，能够找到啊，能够探测到，我们甚至于都能够制造啊，通过现有的物质制造出这个电子，甚至于质子、中子等等都可以有，原子我们也可以有啊，都可以人工制造。那么这个是有，那么其实呢，现在我们科学有一定的认知，就所谓的中微子或者微中子，微中子、中微子是两个的合成，就是一个正反微子，微子是中微子，微中子呢是由两部分组成，所谓正物质、反物质叫正反微子。那实际上创造的时候，就是祖宗那个时候他当认识不到这个，但是祖宗知道有个微尘啊，非常细小的最基本的单位，所以祖宗叫微尘，啊，非常非常小的那个粒儿，啊。那么是这么一个过程。那么你创造这个过程是大量的出现，它那个时间短到什么样？几乎是同时出来就是结束。所以呢，那么就有一个这个萨字啊，萨音啊，那么就有开始，有开始，当然最后就你再去细分，既仔细的去揣摩研究、观察、思考呢，你就发现开始就是结束。从某种程度上，实际上我们今天从哲学是后来发展所谓的一门学问，就是思辨。用我们正常，内心去思考，去验证、印证，就叫做哲学嘛，哎，那么就知道一个的结束就是另外一个开始，另外一个开始就是这个的结束，所以这个杀音和杀音啊，既有开始又有结束的意思。你比如说最基本的物质单位微尘创造出来的时候，那就完了，一开始就完了，那么下一步呢，就要再累积，累积以后。再形成电子，电子再形成质子，质子啊，一个电子围着它转，形成基本的原子，基本的原子就所谓的基本的撇原子，撇有三种同位素啊，那么有撇原子最轻的物质了啊，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最基本的物质单位，稳定的物质单位其实也不是很稳定啊，不能说100%稳定，就稳定的物质，要不这个世界回不去啊，就很稳定，非常非常稳定，我们这世界。不会再回归于空无啊！实际上，这都是跟天道法则、真理真相有关系。以后跟大家讲解分享。那么最基本、相对稳定的基本的物质单位叫原子，那么就有了撇。撇，你看有同位素啊，你还要导穿啊，都是氢。好，那么对他来讲，这个仨就完了。但是这个仨也是从正反微子合成这个碰撞，合成这个中微子，中微子100万个合成个一个电子，电子在。1800多个合成一个质子，质子完了由一个电子在围着它转啊，这合成最基本的物质单位。那好，这就撒完了，这对这个氢原子撒就完了。但是你对电子呢，各个部分每一部分都是一个开始，大家自己去印证。我们在前面的波音、布音里都跟大家做了分享。其实呢，这就是我们只能去印证或者是去意会啊。你说要去证明，我也只能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大家用自己的逻辑思维啊、心力去推动啊、去思考，那么也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实际上很简单，你推测一下，这就开始，即使开始也是结束，就完了，就出来了，就创造完了。那么整个这个创造过程又是各种各样的这种创造所组成的。那么你把一个氢原子聚变形成氦原子，那么就等于氢原子的结束嘛，就等于把氢原子给灭掉了，结束了。所以呢，也叫杀了啊，因为结束了嘛。那么结束的时候，但也不是说轻易的就结束啊，那是另外一个的开始啊。你这个结束为了另外一个开始啊。所以这个 S 这个斯开头的这个音呢，基本上都跟这里有关系，听起来很玄妙，实际上也不是那么玄妙，也不是只要用心认认真真的去印证，都能够搞得清清楚楚。所以呢，那你就把这个撇啊、刀也好、穿也好，通常穿可以形成重轻嘛，才能聚变嘛，容易聚变。你也可以，其实轻轻也可以聚变，只不过需要更多的能量，如此而已。那你就形成氦了。那还开始了，还在往上聚变，一聚变到我们现在的100多种，
其实呢是几百种啊，所谓的元素，因为有一些是人工可以合成的放射性元素嘛。那么我们不去讲化学，这面只是给大家提一下。名义上是101种所谓的元素啊，实际上有各种各样的，还有同位素。同位素，是类别上是一样，我们不知道那么色是一类，但它是有分别的。那么基本的物质呢，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就是，上千种啊，1000多种、几千种都可以，因为我们还可以人造啊，还可以能有裂变，裂变可能出现一些短暂存在的呀，那么它又回归，那么短暂存在也是一存在过啊，所以也算是一种啊。那么在这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呢，就有这个啥，有结束生命的意思。当然，这后来跟我们人类的创造这个含义的赋予也有关系。最早是有结束、终止啊、停止这么一个含义啊，也叫做啥啊，结束了吧？就像我们刚才这个例子。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非常、很、大量啊，就用这个啥，它就取这个字呢，就取了杀这个音，所以地煞啊，也叫地煞啊，就是后来演变出所谓文化，地煞星嘛，啊，天煞星嘛，天罡星、地煞星，那么就有它也有煞的意思，就是结束的意思，和煞的含义一样。那么这个煞呢，我们只在这只是有结束的。后来祖宗们就发现，我们人类的一些日常活动、日常劳作、日常的工作呢，其实也是有很少很少部分啊。一部分组成的，那每一部分实际上都是一个开始，每一部分都有个开始，都有个结束，所以你再细分下去，实际上每一个部分都是创造，都是一种制作，都是一种制造，都是一种结束啊。那么这一个呢，希望大家能够明白，那么都是一个一个循环。我在以前的分享当中啊，这好多分享当中，我都跟大家提到，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转圈啊，有最小的圈，小小圈，小圈，小圈，中圈，中圈，大圈，超大圈，最大的圈就是我们的宇宙。那么其实这是一个怎么说呢？所谓这个，我们今天有时间嘛，时间跨度上的一个概念。你对细小的来讲，产生开始就是结束，创造就完了。那么你创造大的时候呢，那你就需要相对时间跨度多。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创造一个原子，那是100万个中正反微子，你有100个萨，完了100万个萨，完了创造一个电子，在1800多个这个电子，你就再乘100万，有多少个百万，完了以后再创造出来一个质子，质子以后还要通过这些东西再要去做，那么这需要一个累积，所谓的我们正常描述事情发生啊。经过结束完成啊，这么一个阶段，所谓的四要素要九要素也好，那么有这么一个过程，这是你把一个萨拓展了就行，但是每一部分又是一个萨，又是一个开始，所以每这个总的这个开始，其实或你有一个完整的圈，其实都是由无数个开始所组成的啊，开始即结束所组成的啊，大家慢慢去印证。那么为什么这个萨，今天这个沙的含义啊，这个一个叉啊加一小罗列一个横啊，那么有了特质，有灵性，有血气，有生命的结束啊，这个存在的结束啊，特别是比如说我们砍树叫沙树啊，砍草叫沙草，人也叫沙人，我们都是有灵性，沙动物，沙牛，沙马，沙猪啊，这都属于有灵性有血气的，你没说沙石头的。那么这一个呢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祖宗，你比如说我们刚才打一个比方说这个房子吧，你说我们要建造一个房子，有某种程度上的一种无中生有，也就是说建造房子一从开始建到结束，这是一个啥，那你有个开始，那么开始你名义上是开始建房子，但是你不是去建房子，又是去建房子，你要去砍树，那砍树又是一个啥，又是一个组成部分，那你这个树不是一斧子一锤就能砸倒的砍倒的，那你就要100下，100下，每一下又是一撒，又是一个开始。这一撒过程当中，每一个步骤，你切第一个树细胞、树干细胞啊，那就是一个开始。紧接着到第二个，所以可以分成细小细小的开始啊，这就是撒音所隐含的所谓的当中的奇妙，也是大家存有疑问的原因。那么，所以呢，你要去首先要去砍树啊，那你砍树就是剥夺了这个树的生命，你去割草就是剥夺了。草的生命，后来呢，就拿这个工具啊，我们这个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都是工具，不应该作用在人身上的，同类身上的，后来也作用到同类身上去了。
那么就叫杀了嘛，剥夺这个有灵性、有血气、有生命的这个存在，哎，叫它停止，啊，叫它结束，啊，就叫做杀了。所以今天有这么个含义啊，在这个杀里头，当然这个地煞的煞也有这个含义啊，其他的里头也有。那么在古书里也有错别字的时候啊，祖宗，那么有这个杀的含义，有结束啊，有激烈的什么之类搏斗。实际上呢，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广义的一下这个杀，那么实际上就是人类一切动作都可以用它去描述，不光是有结束、有终止、有停止，还有阻碍，啊，有干扰，啊，还有这个。摩擦啊，等等这种含义在里头。这个什么搏斗啊，其实搏斗也是阻止啊。那么，所以就有这个杀的这些含义了啊。我们在上面讲的这个杀的含义，大家都能查到。那么还有一个杀呢，就是这个一个杀字旁加个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人类堕落了以后，有些人呢，一看啊，自己不用劳动，别人弄好了去抢了，把别人剥夺了别人的物质生命，把他的财产弄来，不就更好吗？那么人类堕落了嘛？那当然了，这就所谓的侵略。你有侵略，就有反侵略啊！别人也拿着武器，所以有了一个杀再加的利刀，就是武器对武器，什么意思呢？就去阻止你不能这么干，你这是违背你的。这个天道法则的，违背你的天良心良知的，你哪能这么做？人不可以这么做的，你要付出劳动的，那不讲道理吗？那么所谓的正义的和不正义的，那就要去反抗，就要去阻止这种杀，那么也叫做杀，也叫做杀，啊，当然这个杀有时候通用啊，你可以认为是有了武器去杀，还接着用武器去杀啊，你去剥夺生命，用武器去剥夺生命啊。那么也叫做刹，那当然了，最后陈年给我们就是刹车的，刹车的刹，哎，就是也叫刹车，也叫刹车，实际上无所谓啊。那么就是指停止、阻止，那么刹车就是阻止车运动了嘛？啊，有了这个利刀刹，那么最早的含义呢是反抗啊、维护。那当然反抗不一定是真的，因为有的人家是维护，我们觉得人家是侵略，哎，这个大家去意会。所以呢，就有了这个刹车的刹啊，一个刹字再加个利刀啊，这个刹字有它的含义。那我们在前面呢，分享了这个刹啊，刹令啊，那么是水反反复复大量的这个每一个开始，哎，所以呢，每一个部分也叫做刹啊。我们干什么东西，每一细小的都叫做刹，那么就有了很细小的组成部分，就叫做刹了，一刹的刹，所以一刹那的刹啊。也就是这个含义啊，那么指这时间上，那么后来物体上呢也有，我们接着跟大家分享。后来，那么祖宗呢，认识到了蚕茧能够抽出那个细丝来，那么抽出来那个细丝，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创造，从一个茧创造出。我跟大家分享过，好像这个，蚕茧啊，抽出丝来最长可以抽到上公里，就是1000米，至少也是几百米啊。当然那些有几十米的也有啊，那么几十米的比较少，那么几百米的比较普遍啊，1公里的、1000米的呢比较少。那么祖宗那个时候就是还有一个后面我跟大家分享这个玄阴里头也有这个，就是很细小那么一个壳，我们可以沉到上公里、上千米。所以呢，从某种程度上就指细小状的这个绳子也叫做沙啊，它也是沙出来的，开始创造出来的。因为这个杀有创造的意思嘛，那么好，那么就有了丝字旁加哨子这个杀字，那特指是蚕茧抽出来那个细丝叫做杀。那么后来呢，类似于这种细长的东西也叫做啥了？比如说棉纱，就是棉花啊，丝整出来的叫棉纱。那么后来呢，我们有了化学工业，有尼龙纱啊，尼龙也叫它青纶纱。那么也叫做啥？再后来呢，我们的文人墨客啊，就是那个植物的细长的杆儿也叫做啥？因为它细长和丝一样。这是哎呀，这个人有学问啊！你看没有？类似于就是拟人化，我们这文人墨客吧，那都有叫青纱帐，那个芦苇杆儿啊，这个玉米杆儿啊，高粱杆儿啊，统统也叫啊纱了，因为它细长和丝一样，它不一样。但是你只是用它去描述嘛。
哎，就有了那个沙，叫青沙藏了沙啊，哎，那也叫沙了，因为这是我们祖宗啊，文人墨客。那么后来呢，我们上一节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僧音啊，说这个僧人啊穿的什么，因为愿意舍弃物质啊，最少的占用物质，什么都是用别人不用的，就所谓的穿的衣服叫袈裟，其实呢不是衣服，就是一块布。啊，那块布是怎么来的呢？是一块一块细小的，别人扔的垃圾的这个布，你马匹做的也好，祖宗那是后来祖宗有了这个棉花布或者类似麻布之类的东西啊，磨损混着这块皮，一点一点把它连起来。那么少的呢，也要几十块才能连成那一块布啊，那一个布状的东西披到身上去，连个袖子口都没有，就是一块破布。啊，各种各样破布把它连起来了，所以叫袈裟啊，那是僧人穿的。其实呢，那个纱的意思呢，就跟这个丝字旁那个纱有关系，它是上面一个纱，下面加一个衣，是指着，很细小的一块一块组成的这块破布啊，叫做纱。当然了，后来有神秘化，我们今天有金袈裟啊，有银袈裟，还有什么？哎呀，一个袈裟都几十万，甚至于上亿啊！说有什么有能镇邪气，这开始胡说八道了啊！弄的实际上呢，像上面也印着，像一块砖似的。实际上现在只是一种象征性的，人也不懂什么叫袈裟了。真正的这个纱，我们今天就是指着别人丢了一块小布，甚至树叶大那么点，比那还小，拿来一点一点连。哎，连成了能盖住自己的身体，能保暖乎了，怎么回事？那个叫纱啊。后来呢，因为原来就是那个样嘛，那各种各样的就补丁摞起来的。那后来呢，条件好了啊，这个僧人啊，这些和尚们啊也富了啊，又开始弄成金的了，又到今天化成这个袈裟，印上些砖。但是呢，大家为什么印那个样子不知道啊？那就叫袈裟，哎，有这么一个啥子啊？大家自己去考证啊，古书里头都有。那么还有呢，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建房子。建房子呢，实际上我们说，你要开始建房子，你叫杀了，可以啊，杀房子。但是你先去砍树，再去砍草，还没建呢，你地基还要打呢，打地基也叫做杀。那么呢？这个房子呢，也是各种各样一部分，也是小沙、大沙套小沙，最后众多、许许多多的大量的，沙累积起来了一个大的房子，也叫做沙啊。我们当然这个字出现的更晚了，我们叫高楼大厦啊，这个大型的建筑、大型的房子叫做沙啊，那么也读作下。那么高楼大厦也好，大厦也好，实际上下沙有时候可以通用啊。我们祖宗那时候没这么严格的，像我们今天下是下，煞是煞，实际上呢差不多。祖宗那个时候也就是用的差不多，后来我们硬要分，那就分出来了，因为要界定嘛，含义越来越多，要表达的也越来越多嘛。那么这一个是怎么说？它大量的无数的小沙啊，组成了一个大厦啊，所以也叫做厦啊。大的房子叫厦，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的无中生有的一种创造啊。那么其实呢，我们在前面跟大家唠叨了这么多啊，念叨了这么多，我觉得是讲得清楚了，但是确确实实唠叨让人烦啊，甚至于有些还没弄明白，没，别人听着还没听明白啊，也可能我没讲明白。那么就有了疑问，有了不明白，就是说关于仨这些音字，有疑问，不明白，弄不清楚，哎，很复杂，就觉着啊有疑问，搞不清楚，弄不明白，就有了另外一个仨字，一个口字旁加个舍字，就是说搞不清楚，弄不明白，有疑问，哎，后来呢，我们有疑问的时候就用这个仨音哎，来问你干啥？为啥？哎，就有这么疑问，就是你是什么个？你不是在跟我们讲啥吗？讲啥吗？你在弄的，你绕的我们怎么能听得懂呢？那是疑问吗？能怎么能弄清楚呢？所以呢，有了这么带有疑问、不清楚、不明白，稀里糊涂啊，一个啥字儿？那稀里糊涂也
没办法，那问问就能弄明白嘛，啊，就有了这个啥啊，疑问的意思，有这么一个啥字儿。还有呢，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我们祖宗啊，有些高人，古今往来啊，都有类似的人，就是说，啊，这个大道至简，确确实实如此，很简单。实际上这些东西，大家仔细用心印证，也用不着这么多费口舌，多费口舌就是多此一举啊，画蛇添足，也叫掏空放屁，哎。但是呢，没办法，为了分享，也只能这个样子了。哎，希望大家能明白。所以呢，这个道理很简单，这个啥，实际上你有疑问，你可以完全没有疑问，很简单。你只要用心、认真的、谦卑的去印证啊，去意会，你就可以搞得到，就是个祖宗这些，沙音、字、音字啊，都是这么来的呀。你该明白不明白，那是什么一种状态呢？那祖宗啊，还是用这个。傻音，来赋予这个含义，就是傻子的傻。那该明白你不明白，那不说明傻吗？其实为什么说该明白呢？每个人的内心当中都有啊，都能够去印证。你该清楚的不清楚，那不傻吗？再后来呢，那就是又绕过来了。哎，你直来直去，不去变通，不去掺假，就成了傻子了。都成了造假的、说谎的、欺骗的、坑相。骗杀的这样的啊，成了精子了啊！你跟这个相对的就成了傻子了啊！有这么一个演变过程。其实最早的啥，就是你该明白的不明白，该清楚的不清楚，该没疑问的你有疑问，那不叫傻吗？啊，有傻子的傻。那么我们时间马上到了，还有一个傻音，沙音叫鲨鱼。鲨鱼呢，实际上是更后期的，我们祖宗认识到能够杀人的鱼啊，叫做鲨鱼。其实其他的也有所谓的食人鱼，那其实也叫做鲨鱼。那么今天呢，通常我们能够见到的了呢，就是这种食人鱼，能吃人的鱼很少，就是这个鲨鱼。其他的甚至于鲸豚呢之类的也有，很少对人类攻击吃人。那么只有这个鲨鱼是一点不客气啊，大家也都有这样的听说啊，就说没这样的经历，有经历那就玩完了。那么也有这样的听说啊，有这样的这个接触吧，信息上的接触，所以呢，有了一个鲨加鱼字，这个鲨鱼的鲨字。那么当然了，还有祖宗又是人字旁的鲨，又是各种各样的，那其实呢，都是这些鲨音字啊、傻音字啊，这个的演变。那么好，关于这个沙音及其相关汉字，就跟大家傻这么多。好，谢谢大家。